由新鸿基发展的醉康山庄与岭南大学为邻，依山而建，周边有大片绿化空间，居住环境洋溢书卷和清新气息。醉康山庄共有四座，提供约684伙，单位实用面积由400几至1000几平方尺，间隔涵盖2房至4房连套房。其中第三和第五座的顶层设有连平台及天台特色户，大部分单位设有露台，方便上景。景观以内为单位较优，可以近看内园池景和眺望翠绿山景。另外第一和第二座的外围单位就望向岭南大学，不少单位都拥有开阳视野。醉康山庄设有大面积的绿化园区和完善的住客会所设施，日常购物可以到附近的富泰商场，有众多食肆、超市、连锁店，还有鲜活街市，方便买餸。门前的屯桂路有巴士和小巴前往屯门市中心和港铁兆康站，方便前往市中心购物或者接驳西铁线。另外繁忙时间亦都有过海巴士前往中环和湾仔等商业区。